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er， 欢迎观看新的一期 Red Tube 极速骑行二。这期我们跑一个德国纽博格林赛道，其中的 Nordschleife 北环赛道第三段，全长是7996米，也就是大约8公里吧。然后这个车辆限制是积分要最高限是上限是520 PP， 天气是晴朗。然后最终右边这个是有前三名会有相应的积分奖励，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这个，然后就选择我们的车辆，它积分上限是 520 PP， 我们就选这个绿色的这台 Ninja 忍者 ZX6R636 518 PP， 最高的马力是 132.3 horsepower， 最高的扭矩是73.1牛米，引擎排量是636cc， 是一个四缸，重量达183公斤。右边是它的一些操控性的参数。好，我们进入。还有一个它这台车的一个基本的信息，这台车是2014年产的。多余的信息我们就不看了，就直接跳过了。好，这个我们来设置一下，先看一下这个 AI 的难度，是调成 realistic 真实的，也就是最难的难度，然后其余的这些都是辅助全关的，除了这个可以 revenge 就是可以闪回，比如说有什么失误的话可以重新闪回一下，剩下的像什么前倾、手动，然后理想的走线没有，那个变速箱是手动，这三项是自动刹车，还有这些都是没法调节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车辆设置一下，这个里面的变速箱速比，第一个速比调为3，其余默认就好了，悬挂也不用调。3、2、1，出发。左前方日本人，轨迹的车尾灯挺炫的。在比赛前段看不出来这个 AI。级别难度高的话看不出来他们的真实水平，越到后段越能看。那好多，好，他俩摔车了，又上来个鬼子。摔车啊！我又成了第二集团军的小队长，小头目。
封住，那他从两旁经过。哇，从外道超了，好像屌了，又被超一个，我要超回来，强势超回，快结束了，98%、99%，冲！啊，第四，没能搬上领奖台啊，有点遗憾。没搬上领奖台，没能登上领奖台，有点遗憾。获得了500的积分，然后会有22%的奖励，110。然后底下是一些是总共的积分和总共的名誉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Dirt 什么 Dirt Ride 2极速骑行二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